本周的中华职棒呢，在这里告一个段落。看到这场比赛，胜投是费古洛，而败投呢则是林玉清。郭泰奇呢是打出了胜利打点，还有今年球季的第一支全垒打，也拿下了单场 MVP。这是赛后的攻守记录，也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些参考。那下周的中华职棒也请大家继续锁定玩电数哦，为大家带来的现场直播。今天我们在斗六棒球场的转播，也非常谢谢球评钟彩钟教练，谢谢。我是张玉群，请代表全体戏国工作人员感谢收看，我们在下一场精彩的比赛再会了，拜拜，拜拜。Kimmy and